我在卖呼风唤雨，回家规规矩矩，不惜牺牲自己消灭紧张空气。我不是没有脾气，只是不发而已。我想我是太过爱你，我为你遮风挡雨，不藏一个秘密。你的手指相动，我却不敢相信。我不要新鲜空气，只要一团和气。一家人在一起又何必争来争去？好男人的秘密武器就是不生气，亲们怎么拿我出气我都毫不介意。好男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没脾气，不怕人说我没出息，家永远是第一。沉得住气，只要亲们称心如意，我就谢天谢地。明明，嗯，呀，换挺彻底啊你。哎，你用那香波和玉叶，和我用的还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是我爸的。哎呀，洗的真舒服，特别的凉爽，我感觉好像有3年都没有洗澡了。给您留的早点，您吃完了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我打几个业务电话就不陪您了。你这呼噜啊，怪不得人家把你给赶出来呢。我睡着了吗？那可不，和你这个呼噜打的，我估计二楼都听得见。那行，那我该走了。那我早点洗完了，我换衣服，我就走了。不是你是不是特困呐？不，哎，行了。沙发上补会儿觉去吧。你这回来，回来！我跟你说清楚啊，我现在让你在那沙发上，就是大白天的，补点觉，看你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晚上你必须走。妹妹，喝点。接了个电话，一接完这电话倍儿高兴。会吧？哎，王姐，嗯，他今儿是跟小健通的电话呀？不知道，反正接几个电话了，每一次都高兴，接完就唱歌。哎，趁着他今儿高兴，我早点回家，有点事儿啊。嗯啊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拜拜，王姐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小健接完那电话之后，啪一下心情开朗，马上就唱歌。
的。10个小时了，哎，你再多睡2个小时，你就赶上月子里的孩子，你睡一个对头了都。没有，中午我醒了，我看你没在，然后我上冰箱里，我还找了点东西，我做午饭吃了的。完下午吃完饭，我一看我就弄点茶，看会儿电视，哎，电视太不好看了，所以又接着睡。真行啊，你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。你行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该去看电影了。明明，要不然你陪我一块儿去呗？想得美，咱俩什么关系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再说了，你真跟这儿睡10个小时，你是不累？我可是一下午围着北京四环我转了一圈，我送货，我累着呢。再说明天早上我还得送呢，不去。那你是太累了是吧？那就赶紧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但明天早上你别走太早啊，我还得回来洗澡换衣服呢，换件衣服，我现在去看电影。哎，那我们家是你家澡堂子呀？去一下，我那领你看大片去啊。谁得病了？输卵管堵塞，你这得找郭教授呀，他在这方面是专家呀。坐，哎，让你请坐，请坐。哎哎，谢谢爹爹。那个，把病历给那个郭教授看一眼。快点。郭教授，那就麻烦您了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大夫，你看看。看来这个主要问题是输卵管的问题了。你们来看这片子哈，两侧输卵管呢全都是堵塞的，这样的输卵管不通怎么能怀孕呢？那个大夫，你看这还能治吗呀？这个最好还是用微创手术、腹腔镜手术。哦，行，那就治呗，那治呗，大夫。那我就先给你们做术前化验，做手术前的准备。这不行。找黄色网站了？不是，我在看新闻呢，不知道碰了哪个键子了，他自己蹦出来的。谁信呢？我向你保证，真是他自己蹦出来的。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一个党员，你说我是做过领导的人，我的情操是很高尚的。我这老党员，您老革命，行了吧？您情操高尚，不可能看这种黄色网站，行了吧？我信您一回啊，信，我信。不是，还大妹子。大妹子，这个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跟小米和小亮说呀，要不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？啊，您想让我替您保守秘密呀？啊！哎呦，这
这事儿有点难度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我这人吧，有一毛病特讨厌，就是吧，就是我心情要特别好、特别愉悦的时候哈，人家告我什么秘密，我都绝对牙关咬得紧紧的，拿大钢签子都撬不开，就绝对不说。但是但凡我心情要是特别别扭、特别不高兴，我告诉您啊，就什么秘密我都保不住，我就顺着嘴就往外秃噜，我全能给秃噜出来。大妹子，你放心，我让您每天心情都愉快，愉快。那成，那咱们可以尝试一下。谢谢你啊。行，尝试一下。你把我关了啊？拔电源。傻不傻？哎。你跟我说你最近去哪儿住了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反正有地方。什么别管？肯定就又是通宵电影院。拉倒吧，我早就不去了，又费钱又睡不好，主要是没有好的片子看。嗯，赶集去啦？去宾馆啦？住什么宾馆？谁花那大脑袋钱？多贵啊！那就是从犄角旮旯找了一个朋友去他那儿住去了。别瞎说！我就你这么一个朋友找谁去我？大妹子，早晨早。什么叫早晨早啊？就是早晨好的意思。我们矿上都这样跟人打招呼。哼，你现在是在北京啊，别跟我这么打招呼。给点任务吧。什么任务啊？就是干点活啊。何叫请战？今儿怎么这么懂事儿啊？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住呗。哼，不是这个吧？是因为昨天的事儿吧？大妹子，这事儿咱不提了。家里倒是有那么一点活儿。谁家这么早就装修？哎呀，我们家吸尘器。鞋套啊！哎呦，你戴它干嘛呀？这么脏就往脑袋上戴呀？不脏，新的。不是爸，你说你这一大早就在这吸地，还睡不睡觉了？我跟小米，本来我俩都没醒，全是这吸尘器给吵醒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也该起来了。哎，是不是我丈母娘逼你在这干活的？她逼我，我能干吗？我自愿干的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他妈逼的。什么事啊？他不可能，肯定是他妈逼的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哎妈！停了，这地铁、啊。我看我爸会不会使，别弄坏了吧，这东西。你爸哪能不会使啊？你爸挺聪明的，一点都不笨啊。赶紧走吧，你甭管了。金大哥，哎，您要吸地，您可不能就站着就这么叫吸，那。
妈在天之灵要是看见了，得多伤心，还得托梦。老公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你看哈，你老爸这人也就我妈能摆平，他们俩在一起干家务多和谐呀，咱俩又省心又高兴，对吧？哎，我怎么从来没看你干过家务？我干了呀。没见过啊。我先打扫打扫你严实。我算看清你这个人。大哥，您能不能别洗碗跟在你们家洗是那么省水呀？这东西必须拿水管子好好的冲，你要冲不干净，这洗涤灵在碗上是有毒的，听见没有啊？另外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退了，退一个罚20。是我们这年龄段妇女心中的白马王子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那行吧，我上班去了。上班去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啊。我们先走了。啊，走吧。你走。那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对呀，还有一个礼拜呢。不是你这什么记性啊？今天到了，我还不比你清楚。什么日子呀？你说什么日子呀？嗨，哎呀，我这简直不是你这岔打哪儿去了？我说是我爸的日子到了，你那日子我还能不知道呀？我比你记得都清楚。我说我爸到日子了，我爸在你们家这个月最后一天到了。哎呀，我搞岔了。你那日子真忘了。哎呀，大限到了。不是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大限到了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爸最后一天到了。那不一样吗？你咒我爸呢？你不是你？哎呀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我懂。不是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我看你妈好像情绪是挺好的，我爸也挺高兴，就跟没那么回事儿似的。你说会不会你妈忘了呀？我妈别的事儿能忘，一般记日子这种事儿，估计忘不了。哎呦，那你说咱俩前脚出去，后脚不为你妈，就把我爸给赶出去了吧？不至于啊，俩人刚吃饭不是挺好的吗？要不然我问问去。哎，你傻呀你？你这一问，这不等于提醒你妈要赶我爸走吗？绝对不能问，我也不能问。我跟你说，咱俩呀，也装没那么回事儿似的。等下班回来咱再看，如果我爸要还住这儿，那就说明平安无事，皆大欢喜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嗯，大妹子。嗯，今天你咋这么高兴呢？怎么了？高兴的不是？不是，你谈恋爱了？我跟谁呀谈恋爱？老吴啊。金大哥，您要提这事儿，我可提那事儿了啊。大妹子，我求你了，以后别提这事儿啊！别
凭什么呀？哎哎，真的，这事儿我还就什么时候想起来我就什么时候提。本来今儿没想起来，您这一提老吴，嘿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哎，金大哥，您说您怎么回事？您都什么岁数了？您看那东西，啊，您身体可真好。告诉你啊，您这可是有把柄在我手里的。哎，我什么时候想起来我就，一刀捅进去，这就叫。今朝夜里向侬当心贼，白刀子静静的这出来。走了，走了，爸，走了，慢点开啊，小亮。放心，走了，爸啊，啊，拜拜。今朝夜里向我要当心贼，做啥当心，做啥当心，做啥当心贼，白刀子静静的这出来。哎呦，啊，人人啊，啥人啊，啥人，这谁啊，啥人啊？这是啊，整个屋子都擦完了，就剩这个死角了，把它擦擦。金大哥，这壁炉啊是个假的，它就是个摆设，这从来不点，这要点了，我们家房子就着了。啊，不用擦，您请坐。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神忽闪忽闪好空洞，我的内心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啊！金大哥，嗯，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这么激动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今天是我盼望已久的第31天，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一天。您让我把月份牌给您拿过来，让您搂一眼吗？用吗？一路平安。大妹子，嗯，请坐。走可以啊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走，我儿子必须跟我走。您是不是以为您儿子跟着您走了，我闺女就会跟你们一块走啊？这正是我计划当中的核心部分。那您就试试，您看看您儿子跟不跟您走。我跟我儿子什么感情？我让他跟我走，他肯定跟我走。我跟我女儿的感情您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不让他走，他绝对不敢走。我让他走，他必须走。我让他留，他绝对留。试试，试试。喂，妈，明儿我告诉你啊，就你那老公某，就小亮他爸在家跟我这儿走晚呢。说不光他走，他要拉小亮跟他一块儿走。我告诉你，妈还是这个妈，但是闺女你不是我闺女了。我是你可怜无助的老爸呀！你丈母娘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。是我一个月的试用期到了，让我立马的滚蛋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我可以呀，我就不能滚呢？我滚到哪不能活呀？我滚到哪不能死啊？他为什么跑出来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现在为什么现在才来吗？你说爸这么大岁数了，你是谁？你就是我的希望，你是我的依靠，你就是我后半生啊！爸，从小把你拉扯大了，容易吗？你跟你妈解释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跟着你？我告诉你，阿明，你从小你妈把你一把屎一把尿拉着大了不容易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你要是这回敢跟小亮他们一块走，你要是不给我把小亮也给我拽住了，你就死外头吧。你不能听你媳妇的，你听你媳妇的，你媳妇就听你丈母娘的。你说你丈母娘这个女人能什么好主意？那你一说都怪不是，我妈老听你。从康熙年间。
天就是男人说了算。现在爹已经让你丈母娘逼到了死角，什么死角？那就是乌江边上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四面楚歌，没有退路。如果我就这样走了，我怎么见江东父老？我现在就是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，你跟爸走，爸就生存；你留下，爸就是毁灭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从小到大，你妈从来没有求过你一件事儿，都是养着你、惯着你、教着你。反正今天就求你这一件事了，你就看着办吧。如果你连这件事都不替你妈完成，你妈就不活了。你跟爸走，爸就能活；你留下，爸就是毁灭，就是一个死。小子，做人要厚道啊！别怕，有我。就没睡觉，然后呢，我还把园子里的草都拔了，我把晚饭也给你做好了。你无事献殷勤呐，你有什么事要求我？啊，说。明明确实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，我想了个办法，我回楼上去。贴着封条呢，你怎么住啊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就是把那封条啊，给它拿水银似的慢慢揭开，然后我进去睡觉。等我睡完觉走的时候，我再给它粘上。秦小薇，你这是违法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那贴着封条呢？那封条代表什么？那就代表法。你在这封条以外，你就是合法的。你把这封条一揭，你腿一迈进去，你就违法了，你懂不懂啊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这老住着你家沙发，我连个床都没有。再说我不能老去看电影啊，过这种黑白颠倒的日子啊。电影里没什么好看的，那破电影我都快背下来了。我现在一提电影我就想吐，我就。黑白颠倒怎么了？你就那么想呗。我过的是美国人的生活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我又不会说英语，我还爱吃红烧肉，美国有红烧肉啊。我再说我是中国人，我凭什么过美国人生活？行了，你甭管了，反正警察抓了我，再说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要不跟你认识，那也就算了，好歹是个邻居，我怎么能看着你走上犯罪道路啊？那是什么？你要不你就在我爸那房间，你住两天。我这有条件的，你得帮我干活。我要有送货的活，你就帮我送货；我要是没送货的活，你就收拾屋子、洗衣服，帮我做饭。想必这种条件太苛刻了，我怎么能接受？我条件苛刻吗？你觉得苛刻，你别住这儿。那是什么？不说了啊！我去看我的房间，你先吃完饭。好，我去看房间。什么是你的房间？那是我爸的房间。我怎么觉得我引狼入室了呢？大妹子，我有点饿了。饿了，忍着啊。等孩子们回来，咱再定。你是在这儿吃，还是回家吃？
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呢？快快去沙发上躺会儿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俩这，你手怎么了，小磊？什么呀这是？啊？你手怎么破了？你，哎，给你的。爸，你和小米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。你给了我生命，小米是我的爱人。如果你非要我在你们两个之间做出选择，实在是太难为我了。爱你的儿子，小亮。来，你快，闺女，来，好孩子，喝点茶啊，醒醒酒，快点。哎呀，你看看你们喝成什么样了，喝点水喝，来，喝点水，乖，好孩子啊，快过来，喝一口啊，好孩子。哎呦，你瞧瞧你们俩。你说你爸会信吗？我爸没法不信。早点睡吧。你先睡去呗。哎呀，明这睡觉可以什么玩意儿？就谁先吃之后呢？我呀，我后半夜我也看会电视啊。那怎么不懂事儿呢？让你先睡，你就先睡呗。好，是是。你先午睡去。
坐那儿了是不是？躲着你妈了是不是？走就走呗，都在北京，怎么啦？真想去，坐地铁40分钟到了。这又不是说掉大海里了，从此以后见不着了，干嘛呀？弄这么沉重。哼！哎，你那血书怎么写的？哎呀，血书血书，那不得拿血写啊？拿什么血写呀？拿手指头血写啊？甭躲，拿上来。你手上那个什么呢？那纱布呢？我那纱布呢？装到柜上了。忘带了。哎呀，还想蒙我呢？也就蒙你吧。那手指头血能出那么多血啊？能写成那样？那不得把动脉血管挑开？真是。不过内容写的还可以。谁想的内容？你们俩？我们俩集体创作。我吃饱了。不吃了。我也不吃了。不吃了，这就走了。嘿，说走就走。老头一走，我们家这果酱都省了。老婆，你说咱俩弄血书这个事儿，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。
看什么有你东西啊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，你是谁？我问你，你是谁？不，这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老学我？我就问你怎么进来的？家门没撬坏哈，有钥匙啊？有啊。行呀，技术提高了啊，这不撬门用钥匙了啊？给我蹲好了。你让谁蹲下？我让你蹲下，给我蹲下。你蹲下。你蹲下。手背后，别动手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怎么有同伙啊？啊，怎么的？丫头，你蹲好！你看我什么？你就丫，看我就老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谁呀？啊，老同志，认识啊？啊啊，认识。我跟你说，你晚来一会儿，我这弄着呢。早点，一块吃，一块吃吧。一块吃呗。不是，这谁呀？这是。介绍小薇，秦小薇，我爸。爸，我谁叫爸？那不是，我这我随他们那什么，就是我真的不是我爸，我爸比你矮，我妈比你高，那个你们俩就都。哎，你不吃，还不喝碗豆浆啊你？爸，要不你来一碗，热的，来。情爱情没道理，这年纪这阅历这脾气，老爸老妈都不容易。我让你我夫妻我愿意，愿打愿爱要争下去，相亲相爱相信你，天塌下来你成全，有哭有笑有甜蜜，幸福全靠你，我爱家我更爱你，金太郎爱你想你，好心好意好脾气，千金难买我乐意。难分难到底，亲情爱情没道理，这年纪这阅历这脾气，老爸老妈都不容易。我让你我夫妻我愿意，愿打愿爱要争下去，相亲相爱相信你，天塌下来你成全，有哭有笑有甜蜜，幸福全。